冬天泳池观池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把这个泳池循环系统里边这个水排出来，防止冬天结冻膨胀损坏泳池的循环管道系统。第一步呢，你要提前几个小时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地面上这个悬挂螺丝，要给它润滑一下。你看这个夏天它是拧进去的，为了防止绊脚。冬天呢要挂这个泳池罩，所以你把它这个拧出来。之后把池里的这个落叶啊，你给它捞一下，再做一下池里的这个清洁。否则的话呢，你这树叶就在池，要在水池里边整整待一冬天。之后把这排水管道顺出去，准备排水。把这个选择器放在 waste， 放在这一档，不要放在 filter， 也不要放在这个 backwash 或者这个 rinse， 因为你放在 waste， 这水呢直接通过水泵，它是不经过这个大黑罐的循环系统，直接就排出去了。你看现在开始排水。你用这个用它自身的这个水泵排水非常快，你像我这池子大，一般一个半小时就结束排水了，大约要排出三分之一的水吧，也就是排到这个，这是一个喷水口，要低于这个喷水口，低于大约一寸左右就可以了。现在你看开始进行排水了。现在水呢它是从进水口流进去的，等一会儿呢这个进水口的水位低了，因为这个排水口啊要比进水口的水位，它的水位低很多，水位低了之后呢你不就排不出水来了吗，你用这管子用这软管接着继续排水，这软管呢它是从池底抽水，你看这水位已经下去了。用软管排水的过程呢，一旦水位低于这个进水口，你要注意这个，你看已经低于这个低于进水口了，这时候呢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软管这个插孔的地方呢，它容易这个就失去密封了。因为水泵必须在真空的状态下排水，所以呢你用自来水给它冲水，保持它的密封状态。这时候呢你需要三样工具，一个是这个撬杆，这专用的，这头是梯形的，这是上泳池罩的。另外呢你需要一个干湿两用的吸尘器，这红的。同时呢你应该有一个这个小型的空气压缩机。这是干湿两用的这个吸尘器，这可以吸水，也可以吸干，也可以吸湿。如果你吸水的时候，你注意一定要把里边这个过滤网给它卸下来，因为吸水不吸这个，不需要这个。你不卸下来，一会儿在里边全给你和泥了。这干湿两用的这个吸尘器，前两天我在 Costco 见过一个黄色的，是 DeWalt 这个牌子的，好像是60多块钱啊，70多块钱，差不多这个样子。这是一个通用设备，也就是说你除了泳池吸水，其他地方也可以用，家里边。这个小型的家用的这个空气压缩机，我是在肯定泰尔买的，也是60-70块钱。那个铁棍啊，如果你家里没有，你可以在泳池器材店买到。这时候呢你把这个夏天不用的这个泳池这个喷水口和进水口里边这个塞子拿出来，这个带小翅膀的这个是进水口的塞子，这两个旋转带白色胶带的这是出水口的塞子。
冬天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进水口、喷水口，你这个排完水之后，哎，要把它们这个拧上去。现在你看，经过一个半小时吧，这个水位已经基本上低于这个喷水口了。这是你关掉水泵，哎，把选择器还原到这个 filter， 也就是循环系统这个位置，把气泵充上电，哎，插上电源，哎，让气泵开始充气。打开气泵开始充气，三两分钟，这个气缸就充满了。这时候呢，你要把这喷水嘴儿夏天用的这个喷口给它拧下来，哎，有的是两个喷水口，有的是三个喷水口，哎，都给它拧下来。对，卸下来。这个水泵啊，循环系统水泵上面一定有这么一个旋钮，那塞子，你把它摘下来，把气泵上面有一个对接件，那是个金属的，它这个螺扣都是齿轮都是一样的，拧上去，哎，准备一会儿这个连接气泵。这时候气泵气已经充满了，这个气泵不响了，充满了之后呢，你把这管子接上去，哎，这压缩空气呢就把这个循环管道里边的水啊，它往外挤。靠这个空气的压力把里边水啊都给挤出来。你看它不流水了，完了以后重新给气泵充气。同时呢，你这不是有两个出气口一个进水口吗？你堵住其中任意两个，哎，让这个空气的压力啊集中在一个口上的喷水。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把水啊喷得更干净。也就是说，这个循环系统管道里边水你往外排的越多，排的越干净，你这个循环系统呢冬天就越安全。哎，它里边没有水了嘛，它不会结冻了，哎，所以你这管道系统呢不会被崩裂，这个上冻崩裂。你看这个堵住两个口，现在呢我是给这个进水口的水井排水。这水井这时这个压缩空气把水挤出来之后呢，你要迅速的用这个吸尘器吸湿这个吸水这个，把这个水给它吸出来，因为它自己它水井水它出不来，哎，你要靠这个吸尘器把水吸出来。你看现在吸干净了，所以这个地方你没有这个干湿吸尘器啊，它水出不来的。哎，这喷水口没问题，因为喷水口呢它这个位置高。看那水哗哗的往外喷，哎，现在你看这水基本上啊都排干净了。另外，如果你有这个加热炉，这加热炉上一定有一个旋钮，哎，它也是让你放水的，哎，你用气泵把这水给它顶出来。现在基本整个循环系统的水啊，这个残水都已经排出来了。这时候呢，你用这个塞子。就前面我跟你讲那个塞子把它拧紧，哎，如果外边缠一点胶带也可以上紧，防止那个下雨下雪水位上升，哎，到时候你不拧紧的话这水啊又灌回去了。哎，这是第二个喷水口，也给它拧紧。如果你手的力量不够大，用这个扳子拧一下帮助拧一下。这进水口，哎，这个有一个小翅膀的，这个也给它上去。扔进去一个，你扔一矿泉水瓶子也行，扔进这是一个专门用的气囊也可以，这也是防止这个冬天结冰冻裂这个水井。这个选择器放在任意一个两个档之间就可以了。最后呢，哎，你用这个我前面讲过这个专用的铁管把泳池罩挂上去。这种泳池罩是强力的，哎，你像这个小孩啊、宠物啊，或者下半米的雪啊，它都能承受得住。而且第二年春天你开池的时候，这水啊都是满的。